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，贝斯特技术服务团队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，对这两台由贝斯特公司生产的燃气型蒸汽发生器，超低氮型燃气蒸汽发生器啊，进行一个现场调试。设备调试完成，看一下现在设备的压力是6公斤，0.6兆帕。